我们要给人家东西了，那么我们要的才能给人家。给人家的东西啊，我们要好好保护它，照顾它。师兄师姐看到平信国中的需求，也经我们的深度对谈，那赞助我们一些物资，像最近我们来的一个祝福包，祝福包里面有11样礼物，里面有香鸡面、香鸡饭、五谷粉，甚至于我们有御寒的我们的围巾啊、袜子、长围巾，然后还有两条，其实是很厚的。等一下，我看到写这个围巾是用宝特瓶，这个宝特瓶制作，对，这个围巾，围巾是我们那个宝特瓶，回收的宝特瓶，对，用环就是环保的材质做的，我们大概可能做的，对，对，它是做一个毯子。我们去国际赈灾那个边，救灾毛毯，对对对，那边然后回收再利用。不好意思，可以借我的毛毯，对对对，看，超暖和的。哦，很适合、啊。很有时尚感，时尚感吗？没有，很暖和。对，很暖和啊。对。而且这条也是啊。这也是吗？我这条也是环保的，特别回收边，我们是边裁下来的材质，我们都没有浪费，都没有浪费。这些。都是孩子目前用得到、看得到，而且他可以温暖他的胃，保暖他的衣物，我们的抗寒的衣物都到位。这些都是慈济兄的师姐们到我们学校了解需要需求之后，特别好制作的一个比较有意义的爱心包。对我们来讲，这样的一个爱心的举动，也让师兄师姐再度来我们的平信国中。我们相信平信国中的爱不匮乏，把这些爱心借由我们这十天的过年前的活动，将爱心包带到我们的每一个小孩子的家庭。我们是来自40所学校的一个国中，平信国中有122位学生，其中80位是住宿型慈晖班的学生。慈晖班学生来自家庭功能失调或是经济弱势的家庭。未来平信国中的3年也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，那永远传下去。3年之后的高中职的生活，我们有一个梦想，我们可以在这里许愿。我们希望孩子的3+3幸福加倍计划会在这里启动，也希望能够得到大众的祝福，让高中职的3年也因为大家的力量、奖助金的赞助，甚至生活费的赞助，来成就孩子的未来的梦想，让他们在上学的路不孤单，甚至于可以翻转他们经济的劣势。